侠刘松仁在荧光幕前总是正气逼人，最近接下电视剧《聂小倩》竟然给他挑战束腰姥姥一脚，还直扑压力很大。是，他是一个跟我以前演的角色不一样的，他是一个妖嘛，我演那么多年没有演过妖嘛，每一部戏都有压力，不会没有压力的。连你都有压力，那后辈怎么办啊？松仁大哥这次真的豁出去了，在剧中不仅戴上假发，还化了大浓妆，连音调都有点不男不女，真的有够萌啊！现在剧又要有那个古代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他又是一个妖，他又不是男又不是女，然后在演出上面又要跟我以前的角色不一样，又要跟其他的那些道士啊、人啊、鬼啊，又要不一样，所以在创作上面蛮费功夫的。光看造型就知道很不一样，这是真的令人非常期待。不过听说你一直有退休的念头啊，这怎么行呢？退休，他退休是一个梦想，梦想是不能达成的，一达成就没有梦想啊。听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姥姥这造型好像在哪见过啊？看到 Kitty 要美丽。相信自己，造型有点撞到杨婆婆了啦。